哇，对，哎，看啥呢？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，知道吗？大哥呀，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？兄弟，你记住，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，梦想终究会实现。飞机已经发明完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。看，啊，大哥的发明成果，这架飞机怎么样？好，从外形到配置，真皮座椅，全景天窗，啊，你说差啥？就差不能飞。说的漂亮，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？啊，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，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？啊，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？用了。丢过钱没？一分钱都没丢。什么道理？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，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，就和貔貅似的，只进不出。大哥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攒不下钱啊？包括发明这架飞机，为了谁？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？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，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，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，得抢座。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，非常客气地跟他说：“先生你好，这个座位是我的，您能让一下吗？”他跟人急了：“滚！我先来的，我就坐这儿。”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，滚！我先来的，我就坐这儿。人家也急了，你就坐这儿，你就坐这儿，今天飞机你开啊！你好啊，叭叭叭叭，说我呢？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？这台飞机这台喊的，哎呀妈呀，飞机飞得太高了，太刺激了，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，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这个嘴巴子，能不能小点声，我心脏不好，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。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，别人的飞机咱不坐，自己发明，怎么样？这回你想坐哪坐哪。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，这玩意能飞吗？以后是爱谁开谁开，我不开，我走了。站住！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？小峰啊，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。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。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，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。大哥，别说了，我错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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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错了就好。大哥呀，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，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，你拆下来点，咱看看能不能用上。大哥呀，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，他们家让我猜的已经稀巴烂了，已经啊，没啥猜的了。
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小峰啊，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。轻言放弃他，那不是诺言。往下说，要想成功，只有敢于挑战。飞机不上天，我永远是个保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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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，赶紧去吧，去吧。哥呀，我实在下不了手了。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。小峰啊，容易实现吗？你别说了，大哥，我去啊，磨磨唧唧的啊，没点办法。哎，我去，哥呀，队长来了。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，整些小发明，又研究啥呢？研究飞机。飞机在哪呢？这儿呢。队长，这是飞机啊，我以为是潜水艇呢。队长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你属于忘恩负义啊。啊，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？不说别的，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？胃病咋好的啊？那是啥呀？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？队长说话太过分。我下水道啊，我过分呢？你得有良心，以前你体重多少？300多斤，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，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？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？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，我信他的，我说吃吧，一天吃3粒减肥药，一粒这么大。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，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。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，我媳妇儿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。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，你知道吗？队长啊，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，那叫有毛病。哎，看看我这飞机，没毛病吧？啊，这机身，这鸡翅，啊，那还有俩鸡腿是吧？你看看这内部构造，我看着了。啊，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，天上有碰瓷儿的。队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？我知道，海尔兄弟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那哥俩我认识，叫舒克和贝塔。舒克谁呀？舒克。舒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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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飞机的舒克。哦，嗨，我不认识他。你说那是动画片儿，人那叫莱特兄弟，知道不？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？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，人家都能成功，咱们差啥呀？啊，队长看着飞机不眼熟吗？啊，这个
你们家的电风扇，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？这玻璃是搁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？主体看看这是啥啊？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。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，你也属于总工程师，明白吧？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，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。这小子你真行啊，你呀啊疯啊行啊。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？保安，大橙子，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，你不站岗你干啥呢？啊，想让我这经理给你替班啊？跟谁说话你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。没看到吗？研究出这大飞机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从哪儿整的？赶紧给我整出来！废话，瞅你胖那个样，我都不乐说你。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，别让他失踪俩月。你们到底飞不飞啊？你们到底要干啥？飞一个给他看看。马月，对，整。队长，你先别激动。咋的？队长。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。得多长时间？反正是得一段时间。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？是那个。他今年多大岁数？你多大岁数了？30。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。大哥，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。还35，万一他32没了，谁第3年谁的主啊？你们仨听好了，我明天就死，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。今天要不飞的话，我死不瞑目。你看看，遗言都留了，飞一个给他看看。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，飞。咋整啊？飞。瞧你胖那样。塔台塔台，满天飞号，请求起飞。我是北塔，我是北塔，舒克可以起飞。去，起飞。研究的就是轰炸机。恭喜经理，你可以好好活着了。你能活到35了。不是，什么事？失败了。失败。失败了。跟你闹玩呢。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。你家过年不没放炮呢吗？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。没啥事，咱回上班。等我上班吧。都给我滚蛋。还逗我呢。队长啊，对不起。队长啊，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。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。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？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，
轻言放弃的，它不是诺言。要想成功，得敢于挑战。有了梦想，才有美好的明天。啊